我想对六九哥说的呢？我只想对三六九说，你常规赛和季后赛已经被我单杀过很多次了，我希望明天也能注意一点。到我了吗？哎，对，回应一下吧。我觉得冰选手可能更适合去玩一个人的游戏，因为这是个团队游戏。哇、哦，这个现场的火药味啊！还有回应是吗？这也不是你被我单杀的理由啊！哎，有对话的怎么是？